嗨，大家好，球给彭尊的彭尊。那我现在呢，人在台北体育馆红馆，现在里面呢正在举办的是松山杯。那松山杯呢是由松山高中邀请世界各地的高中生过来的比赛，日本啊、美国队等等，里面的内容是非常好看的。那你可以把松山杯想象成是一个夏季联赛，所以很多的新秀跟平常比较少上场的球员在这边都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松山高中呢，今年有六名球员是来自永吉国中，210公分的双胞胎于鸿翔、于鸿凯，后卫陈恩跟高二两名射手王景仁、林伟凯，还有高三一二年级饱受伤兵之苦，终于在高三回归的张志豪。志豪呢，一直是真的非常有天分的控球后卫，他的实力呢，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摆到 HBL 技术上面，我就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是集战力。经过这两年的空窗呢，这个夏天他最大的功课就是他要在体能跟体态上能够到达 HBL 门槛。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
出色，尤其是维持一贯的传统，全场压迫搭配快速的跑传。另外，在今年的杯赛中看得出，相较于去年，他们外线出手更多，减少中距离的出手，增加外线三分球的出手，且把握度也更为提升。这可能会是他们新赛季冠四强，冠四强的先四强一会冠四强再冠军。那因为我记得永吉国中毕业，松山高中现在也非常多永吉国中的球员。那有没有哪几个球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张志豪，他在这次赛事第一场的时候，单场拿下19分，而且是以11投8中的高命中率。那出场时间也没有到非常多，但是高效率的表现。那他们其他的球员？其他的话就是尹奇伦。永吉双塔来了之后，尹奇伦的角色就更为重要，因为他原他不用再去里面打，可以增加更多外围出手，可以帮助到松山的锋线去整个身高更大。帮助他未来的转型，所以他之后可能会往小前锋的方向发展。那除了这些台湾球员以外，有没有哪几所学校或是哪些球员让你印象深刻？吴刚第一的河村永辉，身为日本第一控球的他，在这次杯赛上场时间不到20分钟，可以平均传出10次助攻，很多哎、欸。